哦，欢迎回到第十五集的《毁灭战士永恒》，那我们就继续吧。但是要等这个读取读好才可以。好，开始。难道要摸过了？It is not accessible to anyone. No human or sentinel has ever set foot in their dimension. You can use the Maker's Origin factory in the Hell City of Necroval to pass through the void. 但字体比较大，比较好看一点。But Vega can create an exit portal for you. 到处都有传送门呢。哦。Understood. I'm detaching myself from the ship's systems. Processing. Total transfer to external drive complete. 这不怕被我弄爆吗？我跑来跑去，撞来撞去的。I will reconfigure the portal to Necroval for you.至少船变海灯了。最后一次啊！每款游戏最后一关都要这样子讲。Last chance, bro. Last chance. 这好像可以开了，是不是？不是这个。我记得有一个东西，不知道那个什么毁灭，要扁毁灭之门才可以开的。哦，就是这个啊。Yes, open it. 来吧。魅克天使枪。暗魅克枪。Nice. 它跟 BFG 是同弹药，但是很猛吧。暗 F 在 BFG 和魅克。暗魅克枪之间做切换。Beyond Maker, Pure Maker Technology, inspired by Sentinel weaponry and refined by their divine intellect, its destruction. 所以要按两次，你知道吗？这样我每天练才会记得这些按键。我要用我的肌肉，用我的肌肉记忆射一发，好。反正应该就一枪就死了，然后扫射了，所以毁灭之门打完了，好可惜啊！我觉得毁灭之门真的设计也蛮不错的，现在武器太多了。不过这个摸过可以让我那个玩得更快速，就整体节奏再继续加快。但是他之后补充的那个摸过能源应该变比较少了，可能就绕很多。哇，把我三只手！可能就是绕很多地方，然后才一个吧，我猜啦，快点完了，但是还差一点。人动时间变长好了，转往这个毁灭者之刃好了，比较帅嘛。我们都先选帅的 ，yes， 增量刀刃。我现在都在练 combo 技。要不我们回来的这个船就是海登博士的，你就还在。趁机霸占。Attention, this is an emergency broadcast from the Ark Resistance. Don't care. I don't care. 纳卡佛，魔锅锻造如新，你将魔锅锻造如新，启程前往魅克天使长的哦，去天界阻止罪恶之乡苏醒。现在阻止那个魅克天使长啊，怕他把那个罪恶之乡复活、啊，然后控制。哇，这边做不错啊，风格很棒。哇，这边画风好，不是画风，我这边场景做的很棒、欸，赞，跟三观差太多。啊，我以为还有敌人，不过还是要收集东西。我做真的很想玩超狂噩梦，
应该会一直试好几遍，直到比较顺为止才会开始录吧。反正就要先试跑一整张图啊。护甲吧。反正都要满。会有这一只啊？刚刚不是没有，而且他刚刚那个把我当到哪里去了？哦，这里啊！差点跳下去。纳卡佛，纸条已经快拿完，都剩这边的了吧？跟哨兵工程师联合盖起来了，用无数尸体为地基，大规模屠宰场。What？ 他是拿死掉人，然后拿灵魂去做亚金能源。那天使长是蛮混蛋的。摩波世界上找得到一些能源，要找也不简单吧？突然就哦嗨，你死了，哈哈我发现这游戏听那些物品回好的声音真的很重要啊！这一阵是靠你的全身体的所有机能在玩的，肌肉记忆，还有手指灵活度，还有听力，还有视觉反应力。哇哦！反正这游戏在我荧幕看起来有点暗，我把它调亮一点好了。哦，我找到了，好亮两点，因为我点了 0.2， 哈，好冷！你到时候再切开吗？没用。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肉捡东西。算了算了。哎，等，是不是要踩完这个那才会开 ？Here the humans arrive from Earth, waiting to be selected for the process. 人类，他们从地球把人类带过来啊，地球几乎没有活人的吧？对吧、啊？好像不是说被攻陷64%，还60几%，不拿了放弃。啊，好吧，我自己也掉下来，没办法，生死搏斗。先来点简单的是不是，杀死两个恶魔，这样就有成就。哦，没有，那是挑战。用碎骨陷阱杀死8个，毁灭猎手，左侧壮烈击杀。那种碎骨，那是那什么东西？哈哈！完，我卡住了。呜呼，好刺激哦！我上半身被卡在上面。带我观光，海登博士。我什么都看不到、啊，挡住了。
The rest will be discarded to the blood swamps. Oh, 开始慢慢下去了。 我上升，摧毁卡里巴斯的眼睛，放我下来。好，谢谢。卡里巴斯是什么？啊，算了。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要死。我死了。 应该是打眼睛啊！一直在往下沉。 啊哈！他安全的，地板上太多岩浆，你欠打是不是哈？ 限制走位的地图。 现在他眼睛不算难打，重点是那个火一直喷，然后我就快痛死了。怎么不在盔甲里面装冷气啊？虽然没什么用，这是要干嘛？哦，他说那个陷阱吧，八个八只啊，过来玩啊，来者是客。 哎呀哎呀哎呀！不能从后面上，这混蛋，你过来一下啊！突然那么快干嘛？帮解任务，这么想扁我就来嘛，扭扭捏捏的，耶、yeah. ！哦，这边还有是不是？ 我看不到他们在哪里。我们送这个点数啊，很会送哎、欸。他知道我们懒得截那个是不是？我觉得会送四五个，我猜。然后其他还是要靠自己。哇，秘密发现者！啊，是这样，怎么跟上一关差那么多？上一关超级难呢、欸，不知道在难几点。最后帅哥，你挂了。 玩这种游戏就是要玩的，玩到别人都看不懂在干嘛，他们就觉得你很厉害。哇、哦，他太胖了，看挂了。
祭司。会玩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回家玩吧你。哇，这是神枪吧？哎，这样好浪费，我应该对他射多一点。你知道玩法基本上就是你看另一把枪的表演，你就马上换另一把，就感觉就很整个很华丽的样子。如果要玩超狂噩梦，真的会玩的比较保守一点。那什么东西？那什么绿绿的？哦，不能碰是不是？我還看起来像可以碰，结果并没有。我还以为有什么秘密点。要快点找到主神，不然如果我说超狂噩梦的话，恭喜发财！有强化图腾，不能在原地绕太久，要不然就是会挂掉。倒在哪兒？来啊，阻止我啊！再阻止我啊！你们死定了！再敲啊你们！啊，没子弹，哈哈。好，再敲啊你们！嗷嗷嗷嗷嗷！够了没？玩够了没？哈！哇！我在哪里？一局 S。强化图腾太危险，除非你那个反应速度跟鬼一样，就是这么快啊，就是这么快。你知道这个滑鼠速度不允许你转太快，它滑鼠好像有最高限度在吧？我转太快，它就坏掉了，它就刚刚就不让我转了。好，中间还有一条路。无秘猎手，我也蛮讨厌这只，怎么给那么多这个啊？天哪！龙心公司，点一点吧。这个吧，我都才懒得爆头了。爆头会爆炸、啊，连锁爆炸、哦，这就不错啊，这个又有点用处了。闪焰，都用火箭好了。锁定两个目标还蛮猛的。有时候增强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就看哪些是好的而已。没子弹啊，我不能玩得太死，不能玩得太死，玩得太死就会限制你的发想。你要想，你这个子弹用完，你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是有子弹。靠，我那么近，子弹。怎么有别人参战呢？好，谢谢，好好打多了。
我要走开啊，狗！没小怪基本上就是输了。对啊，讲错，没子弹基本上根本不用玩。啊，这边开起来了。卑鄙小人！可爱专辑，那西亚长蛮可怕，再继续前进吧。Funk。哇！你砍一只小的，刚刚怎样？怎么砍一只小的 ？What？ 这样砍不了。What？ 你不要再砍那种垃圾。OK， 我要去上厕所。上好厕所了，舒服，舒服完就可以继续打爆恶魔。哪尼？这把刀竟然对他刀枪不入，应该说不入他身啊！竟然比那把刀还硬啊！弹薄弹 all fucking 断，都结束了吗？还没，还有一只。把具有威胁性的都打爆了。叛徒怎么没有被来被拿来？是因为他是夜之哨兵吗？很简单，最后一个。
小兵点数，小兵硬币，太阳区 down。就没用到这把，就不太喜欢用 这把枪的那种子弹，不太喜欢用到这类型的枪，感觉就贬低自己的能力，没有了。好，那我们这里先到这边吧，那我们下期再一探究竟哈，拜拜。